男子疑似坐在滑板上，从佛罗山贝的敦沙敦路上急速滑行，吓得尾随的司机都不敢掉以轻心，生怕一不小心就会酿成大祸。有关画面在社交媒体疯传后，警方表示会介入调查。画面显示，这名穿着白衣白裤的男子，戴着白色钢盔，坐在滑板上，时而平躺，仰坐滑行，完全无视路上车辆，摆出各种姿势，享受滑行的快感。这段48秒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，纷纷调侃他是成龙上身。西南区景区主任卡马鲁表示，警方已经对此事展开调查，强调这种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安全，也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。